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我们今天去山坡上去找那个杨梅。杨梅虽然是没找到，但是我们回来的路上，我们遇到了这棵黄梅。我们这边叫黄梅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。然后我做一个这个手工器具窗，拿回去给老婆吃。酸甜。好吃。我们在下边那边那个摘要的这么一点，然后这边还有两个，我们继续来这里来摘。我们也是弄了这么多，然后现在要打包回去给我老婆吃。然后我老婆她已经怀孕了有6-7个月了。现在我还不知道她能不能吃这个野生的黄梅。如果她家有什么那种经验的话，可以告诉我一下。我爸的是错了就不好。好吃啊。